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由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杨格·毛雷尔率领，于3月2日到达北京。他们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彭真以及首都各界2000多人的热烈欢迎。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是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3月3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宋庆龄副主席结束了在锡兰的友好访问，周恩来总理结束了对缅甸、巴基斯坦、锡兰的友好访问，于3月1日回到昆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以及其他人员也同时到达。宋副主席和周总理受到云南省和昆明市党政军负责人和各族各界3000多人的热烈欢迎。湖南省有许多大小湖泊和河流，是我国著名的淡水渔区之一。这里是衡阳市乐平公社乐平大队，许多知识青年在这里扎下根儿，建设新渔村。许刚友和其他许多知识青年一起虚心向老渔农学习，大胆进行科学试验，对攻克人工孵化家鱼的技术做出了很大成绩，家鱼成活率很高。今年1月13日，在南京举行了一场篮球赛，将军和农民赛篮球。南京部队首长许世友上将、张帆中将、聂风志中将等参加了这场篮球友谊比赛，王平上将担任了将军队的场外指导。农民队是江苏丹阳县吕城公社社员，他们都是生产上的好手和先进人物。在我们国家里，将军和农民都是革命同志，在球赛中表现了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这次比赛的结果是64-54，将军队赢了10分。
三月二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接见了出席人民解放军驻昆明部队四好联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欧阳海是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三连七班的班长。1963年11月18日，欧阳海随部队野营来到京广铁路线上，炮兵拉着驼炮的战马路过铁道，这时一列火车开来，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欧阳海用尽全力把驼马推出轨道之外，保证了旅客和火车的安全。欧阳海被列车撞伤而光荣牺牲。广州部队隆重举行大会，宣布国防部命令，授予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生前所在的广州部队某部三连七班为欧阳海班称号。王兰溪少将代表广州部队首长，命令追认欧阳海烈士为广州部队五好战士和爱民模范。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号召大家学习欧阳海的共产主义精神。